中国我所采取方群盲时代，这是一个群盲时代，群盲只爱鼓掌叫喊，向着人多声音嘹亮的地方，并非只在世纪广场，也在庙堂会场，灯光聚集的讲台，武术新语谈不上智慧，时潮编织谈不上秩序，装神弄鬼激情澎湃，群盲之所和群盲之事，广布道场祭坛，一边捉妖取烈自嘲内难，一边火星四射烟火燎原，乌合之中乌云翻滚，光鲜亮丽劣迹斑斑，如何不被声浪与光环所骗，狂风乌云席卷。在这个群盲的时代，个人的得救尚可，群盲得救只会成为笑谈，独守宁静之乡，背向你的人群时代，不与魔鬼为伍，也不与群众相欢，生活本于一汪清流月色，乐与天来相伴，看你的祖国和人民如何一步步让豪居坐到皇帝的位上，顶礼膜拜。